小姐，Are you ready？ 好，那我们先前几提要哈，这个故事哈，就是小海星他掉到这个大海里面，嗨呀！啊，这个观众朋友那个没有听到的啊，我们就前情提要已经讲完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这个小海星他的心情就掉到大海里面，他就觉得哎呀，我好害怕，哎，怎么该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关于这样子的心情呢，我们就创作了一首歌曲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。好的。什么事我都讨厌，我说什么事我都不耐烦，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。什么事我都讨厌，我说什么事我都不耐烦，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。小海星来到这里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，可是他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。他发现自己站也站不稳，很多强力水流停也不停的把他冲击的上下颠倒。附近充满各式各样的生物，却没有人来招呼他。他想起他的家乡那种充满爱的感觉，每过五分钟就会有一位兄弟招呼他，这是他们的时光。因为我和我兄弟一到这里就遭到打击，水流不停不停一直不停的冲击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哎呀，我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到底在哪里？水的实在是太强了，我想往前走，但是我又不会游泳，所以我真的找不到，我心里实在是觉得很焦虑。你也知道，这个人常在这种神奇界上会有恐慌的症状，我实在是觉得我个人的心情实在是觉得上上下下讨厌，左左右右讨厌，随波逐流讨厌，什么事我都讨厌，我就上上下下随波逐流。什么事我都不耐烦，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。什么事我都讨厌，我说什么事我都觉得烦，这里我一秒都不想待。太流行了这首歌。